本来都那些啥人点点亏的吧，有几个月啥时候有家了，所以然后就一下被扒的，所以钱一台个人一台是钱里的，个人在对比较时间撇的，然后所以楼下那边个不成就直接骗卖，是不是？再拉来的他就给话呗，所以你这样再拉来说可咋了？他所以这种的你下呗，阿龙话我没有办法比较吧，好，这现在谁不爸爸的？好，所以。今年了，今年六月一号，一号的时候，可是，可是今年里地皮没，地没嘞，一号的今年说啊，六月今年地皮塌了，棉花吧，今年不一号一号呗，今年不破布啊了，今年都不皮布啊，地下嘞，地下咋嘞，路边，可能路边芝麻嘞，把不不行了嘛，哎呀嘞，阿龙地下咋来说，哎呀阿龙。手机表都点都，那表那些玩玩工具也留些，看咱的口粮特别多吧哈。这这样嘞呀，说有俺们店里嘞，有一家里边摆的，然后三十八枚，边摆的，然后各买呀一台的，随便这边摆的哈。俺那说一台不呢？因为那有这把，俺们六六六年呗，我那里边俺们帮送过来看，妈的口粮都特别多啦。我这里嘛，这点不对，那边是不对，别对路线来过，要省的，俺们有，所以看咱这点嘛，有说。要钓皮布老阿伯说，那边生意人话那边来没需要，那边不然那边来，那边来没需要。这边路嘞，古巴古啥个呀？这钱没收人呀？这钱的爷爷路说，那边古巴古几笔的，古巴古一毛的钱的花皮的，别的那嘞，我没没需要嘞。都那对那些卡账嘞，再没说卡账。哦，古路那特别的卡账嘞，生意多嘛，老么好包，都来人民币那趟阿伯那钱的古嘞，哎呦。哎，这心里啊，公公心里在心里憋啊，说不心里吧呀。这个嘞，隔壁这边南昌家嘛吧，隔壁这个嘞又有那边过来嘞，就是都是南昌的是不呀咯？但是你过去了吧，那恁就看着，爸妈话也没事吧？这心里哦，别来的隔壁的，属于南昌家嘛吧？恁就别别这里哦，别路南昌的，我不是公公心了吧？恁就没事吧？都啊，恁都是吧？现在我们来有几部戏，哥哥来有几部戏，哥哥在这边玩来有几部戏，阿龙过来有几部戏吧，好。